小伙伴们，黑暗特利迦迷你手办来了，这个关节活动起来也太治愈吧。今天我们就来用奥特曼激战卡来做迷你手办盒。先来把需要的图案剪下来。准备一张白色硬卡纸来做手办盒。这里来设计黑暗特利迦手办和牌样。然后涂上喜欢的颜色。接着我们粘上保护膜。花草里逛一逛，这不是黑暗特利迦吗？可惜这么好的关节黑暗特利迦完全黑化了，所有皮肤面炭黑色。接下我们就来把它涂上颜料吧。小伙伴们，黑暗特利迦是谁扮演的？你们还想看什么？记得告诉 KK 哦。